Falcon Ultra D Series 全马最大排水量，可以完全解决你们的问题。我嘴又加小哦，我加小哦，水，谁在用水啊？不洗啊，哎呦，难洗哎！赶紧你们自己洗碗啦，谁这样小啊？老是丢给我洗。你们这么吵架，水很小。我妈妈用水喷水机，水很大嘞。刚刚谁扣我？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吗？我们家水很小。哦，你们是住着什么样的屋子？排屋三层。哦，家里大概多少个人？用水量多少？十个人。你们现在用这什么过滤器？零。哦，我了解了你们的需求和问题，这一款户外过滤器应该不适合你们。Falcon Ultra D Series 全马最大排水量，可以完全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这款就是 Falcon Ultra D Series S6 里面的类型，它比一般的户外过滤类型更大三倍，过滤面积也更大三倍。安装了这款 Falcon Ultra D S6 以后，不用担心家里排水量变小的问题。哦，叫你马上把我们换掉。哇，全马最大排水量，果然不一样哦。哎，你们还有碗吗？快点给我洗哦。Falcon Ultra D Series 全马最大排水量，可以完全解决你们的问题。